但有一点行进间的啊，但是也不是把做足了，最多做五成六成，要把刚刚原地的变相做出来啊。第一个是一次一变啊，一次一变，变变变变，加碎步的做过去，准备，重心，对，快，突然，突然，连起连起，变相要突然，否则失去意义。突然，对，快，对，彭志军，虽然做十次，但是你要走，这里是每一次的碎步变相，啊，每一次连起来，连起来，连起来，啊，走，胯下，对，快，连连连，大力，好的，不错。虽然是原地做，肩再给一点，肩再给一点感觉，肩，啊、哦，探，探，尤其是胯下，背后，走，球压低，小子背后，小子背后，对，抬头，抬头，看前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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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啊，吊球不可怕，不要想着担心吊球，我希望看到你们吊球，可怕的是你们不全力，啊，让他吊球，走，走，探步，快，碎步，这种变相一共分两种啊，一共分两种，一个就是在加速的过程当中，球不进身体进，球不进身体进啊。我们现在要做这种加速过程当中的，球还在这里，身体进去去试探，把防守带到这里，然后达到加速向前走的目的啊。现在不要去做这加速，这个幅度比较大，不太适合在这十次当中连续去做。啊，左手，对，碎步做出来，没有停停停停停，哪有这个感觉加速，这个感觉突然这个速度的感觉，你很常规的再去，没有突然性，连起来。对，对，脚跟上，彭俊，刚刚在边线做什么了？热身的时候，刚刚在边线做什么了？对吧？现在加多一点，你的速度要出来啊！再来一次，右手去，左手回，非常关键的一个环节。对，脚跟上，脚步跟上，对，离这没问题，小林没问题，我把这里给你布置的这么密，里面有脚步在里面的，有练习脚步的成分在里面啊，彭志军都能跟上，走，
好的，好的。运球两次变向，在上面走，在上面走。运球两次，一二，一二，一二，走。右手去，左手回。停停停停停，嘣！一二，探一步，一二。两次变向的节奏，再快一点，哒哒哒哒，对吧？这节奏，对，张三的节奏，要慢有慢，要快有快，要清晰，对，彭世俊不错。节奏不要乱啊，节奏不要乱，跟原地做的是一样，嘣。防守没动，我动，嘣，变变，最快的速度放到停顿之后，大家都在停顿。一二，这下进攻是主导，啊，你占有优势，主动。做的有点乱，从刚刚那个变向做的到这个有点乱，节奏不是很清晰，脚下和手的配合，脚和手的配合，走。好一些，抬头看前锋，抬头看前锋，不要低头，用余光看就可以了。下边的跨过去就行了，对，变胯变胯，走走，跟你跟你跟你，时间没了时间没了，走走走走，走到中圈一半，走，跟着三站，好的，彭世俊。好，不错，李医生，第一步探底，就对，每一个回合都要纠正。明显你跟着李医生做，李医生就是从重心到速率到探步肩全都做到位了，你的肩就挺挺的。走，再探一点肩，带一点，这么小个个不。探去才有第二次，不错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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快快快快快，跨背跨背。嘿嘿嘿，丢了什么丢了什么丢了什么，大力大力，你这球有问题还是你手有问题啊？啊啊啊，哎，去换个球换个球，不错不错不错，前身体向前，前进方向，对，前进方向的左右，对，快回走，晕了，
压住，压住又起来了，重新压住了。还有什么？胯背，胯胯，最后一组，胯胯。你们最不喜欢做的，你们最对，你们最不喜欢做的，而且要脚和手的配合，脚和手的配合啊，不要给我站死了。走，右手去，左手回。一二三，六六六，二三，快没力了。好的，坚持坚持坚持，没力了你也能做过来，你用五成也能做过来，三成也能做过来，十成用力也能做过来。最后一项，两次变项，最后一项。要有个比赛的状态，抬头抬头，球放下，走到专线走回来，来变变，三次变向，右手开始，三次变向，走。好，现在什么情况啊，皇上？好的，张赞没问题，速率再快一点啊！对，高低重心，高低，很好很好，快，一二三，对。边向边向胯下，抬头，李文厚，嘿，抬头，我还谁往地下看？来，嘿，彭仁军，摆起来，摆起来，后卫，肩是僵的，小林，最后一个回合，变变变，变变，单手加变向，单手加胯下，去回结束，快，门，对，肩摆起来，对。最后一个胯下，胯下的突然性，小的小的小的，不要过格了，对，对，压制你在这个区域里去做。
好，把球放下，走过去喝一口水，不用管，不用管，我来收，你们去喝水。